一会儿。爱我的人对我是心不悔，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，在乎的人始终。宠物就可以啊，真的吗？比如啊，宝马、捷豹、鹦鹉。了解明白。去啊，快点！快去啊！洗手间，你是不是一个人呢？是啊。那我把凳子拿走了。给你妈买了个手机，老婆。你给她买手机干嘛？啊，不要给她买，她又不会用。她怎么不会用了？哎呀，不行！你就这么瞧不起你妈吗？你去退掉啊！不要给她买，要不然我自己用。妈，你听到了吧？妈。哎妈！哎妈，不是，你赔眼了。我不是说你，我说不给她，欧阳他妈用。你说什么？不给欧阳他妈用，妈不是。妈，你听到了吧？妈不是。妈不配，我怎么给我妈用？妈。